用了这台全自动搅拌车，就算是新手操作，每小时也能生产20立方混凝土。其产入力及车速的分配十分合理，能确保快速高效的作业。车上安装了4个摄像头，能全方位监控，确保工人作业安全。搅拌桶能270度回转，可以在车辆的四周最高3.1米的位置进行卸料。